开了。对。可是里面已经挤出来了。好。所以这个我们是出来了。OK， 可是这个帽子一定要戴哦。好，没问题。好。他戴了，可是他戴了就很难吃到东西了。没办法。他一舔哦，他是嘴巴的细菌会进去的。对，我知道，而且他有刺啊，不可以再舔。对。哦，另外就是癌，我是怕是癌，所以如果不是的话是最好的哦，只是发炎而已咯。要怎么样知道它是不是癌？要找去。可以，待会问你。我那你说干净，先给他拍照。要怎么样会说它变成癌？如果我们是给消毒药，它那个肿没有消肿的话，就是代表可能是癌咯。哦，可是通常不是啦。给他拍正常。就是抽一点血，然后过了几分钟就 OK 了，好，可以外面做一下了，好，你慢慢找。